先煎上两个鸡蛋啊。先煎上两个鸡蛋啊。鸡蛋两边都给它煎得焦黄焦黄的。鸡蛋两边都给它煎得焦黄焦黄的啊。在家里面不会翻锅的啊，用铲子铲就行。嘿，瞧不起谁呢？刚刚只是热身啊，不算，热身不算的。这不就过来了吗？煎好以后把鸡蛋给它捞出来。煎好以后把鸡蛋给它捞出来，然后用剩下的油咱们继续煎豆腐。然后用剩下的油继续煎豆腐。煎的时候锅一定要怼热乎了。煎的时候锅为什么要怼热乎呢？这锅你要怼不热别熬槽。锅要是没怼热乎会怎么样呀？刮槽。用手给它翻个面，两边都给它煎焦黄的。用手给它翻个面，哇槽，不能用手，八面都给它煎得焦黄。姜蒜末先给它爆出香味来。姜蒜给它爆香。再来点黄豆酱和蚝油，给它炒出香味。再来点黄豆酱和蚝油，也给它炒出香味。把原料给它怼入。把原料给它怼入。象征性的翻炒五六七八下。象征性的啊，翻一下。然后往里面添水。然后往里面加点水。盐和胡椒粉调味啊。盐和胡椒粉调味啊。加入生抽酱油调味儿，加入生抽给它调个味儿，再来点青红椒给它串串味儿，加点青红椒给它串串味儿，最后给它勾个水淀粉，给它勾个水淀粉。出锅之前来点料油，这小味儿自然上去了。不知道什么是酿油，我就来点麻油，小味儿也是嘚一下就上去了。这不就好了吗？这不就好了吗？虽然老弟不能陪你一生，但能让你的味儿满满登登。嘤嘤嘤。